第一个就是登山爬台阶儿。登山爬台阶儿是伤害膝关节最厉害的一种方法。第二个伤害膝关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站桩蹲马步，还有那个在健身房那个负重蹲起，负重蹲起见过吧？那对膝盖伤害是最大。穿那种鞋，特殊的鞋，把那个脚弓填满的人最伤膝盖。